大家好，我是丽夏。新的一天又开始了，我发现花园里面有很多月季都已经绽放了，现在我去捡一些来插到瓶子里观赏。这个莫奈这个花朵已经开出来很久了，都有点摊饼子了，但是这个花瓣它非常的漂亮，是这种粉红加这种杏黄一起搭配起来，简直太鲜了，现在就把它剪下来。把底下的叶子剪掉一些，漂亮吧，好像还不够紧凑，我再去剪一些来。哇，这个藤本浪漫宝贝也开出一朵来了，哇，这个花朵真的好漂亮哦，背面是这种杏黄色，然后前面又是这种红色，两个搭配在一起，就是可能初花它比较的小，等它再长长再把它剪下来。这个亚伯也蠢蠢欲动，这个颜色也好漂亮哦。哇，你看好几朵呀，这个都已经塌下来了，等一下给它做一下支撑。哦，这个大游行这个花都垂下来了，可能是一个枝条上面很多朵花，然后它支撑不住，把它给剪了，这个也剪掉去。有点摊饼子了，没那么漂亮了。哇，这个玫瑰国度的天使也开了很多，哇，刚还没有完全绽放的时候，如果淋点水的话，是不是非常漂亮？不过它这种完全绽放的也非常的漂亮，大家看到没？一层一层一层的，这个已经开了很久，还这么的漂亮，把它给剪了。这一朵就先不剪了，像这种枝条比较短的就少剪掉一点枝条，因为长起来不容易。哇，这个花真的好香好香好香，我喜欢。这样是不是非常的好看？哇，密密麻麻全是花，再配一些绿叶。为了让它能观赏的更久，我再放半颗这个阿斯比林下去，这样能延长它的这个观赏时间，大概可以延长7到10天，是不是很神奇？放进去就可以。